在星辰变中，人们并不是所有的世界，除了强大的修真人和魔法，消减恶魔，培养不朽，并修复恶魔。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？他们有一颗强大的力量，就是神兽。神兽暴乱星海中并不少见，而不是神兽或共同的存在。神兽有369等，主要分为神兽、神兽、中位数上级神兽、超级神兽。下一个神兽，神兽占 90%， 中值上级神兽是罕见的，超级神兽都是看不到的存在。星辰变，暴乱星海中五大超级神兽，有二个是秦与兄弟。第一种超级神兽，火晶水源，世界顶尖超级神兽，也是独特的神兽，一双能够看穿一切，关键材料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宝藏的一天。三个神王蓝叔叔收位弟子，火眼金水源有超级神兽，实力很强，即使在早期秦羽不是其对手。可以成为暴力形式，力量、身体强壮无敌，是首屈一指的超级神兽的存在。第二种超级神兽，暗电鹏王。暗电鹏王是金翅和争夺鹏鹏恶魔皇帝的超级神兽方虫之子。方虫之子变异与鹰族的神兽生黑羽。当方虫重伤打破了空间，黑羽世俗世界会见秦羽。黑色的羽毛已经超出了暗电流鹏神兽王超级突变，恐怖防御力、伤害，甚至是秦羽震惊，甚至传承记忆。超级神兽火晶水源要少得多。第三种超级神兽，五爪金龙。龙是最强大的暴乱星海一族，在黑龙等和金色的龙是高贵的存在，领袖和五爪龙是龙，实力达到了12个散仙，在暴乱星海是最强的恐怖暴力力量，星海的强烈恐惧。第四种超级神兽，金翅大鹏王。金翅大鹏王宗庆后顾之势，鹏的最强种族，超级神兽之一，以及最强大的暴乱星海，实力达到了12个勾散仙，创立了鹏魔法岛，是最强大的三个最大的岛屿，与五爪金龙的力量，但是与五爪金龙的速度相形见绌。最后一种超级神兽，火凤凰。火凤是一种鸟类超级神兽，兽神出生在火焰，超强的力量和五爪金龙超级神兽金大鹏的翅膀相等，但很少出现在小说的火凤，所以知之甚少。星辰变，暴乱星海中五大超级神兽，有二个是秦与兄弟。在星辰变中，人们并不是所有的世界，除了强大的修真人和魔法，消减恶魔，培养不朽，并修复恶魔。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？他们有一颗强大的力量，就是神兽。
神兽暴乱星海中并不少见，而不是神兽或共同的存在。神兽有369等，主要分为神兽、神兽、中位数上级神兽、超级神兽。下一个神兽，神兽占 90%， 中值上级神兽是罕见的，超级神兽都是看不到的存在。星辰变，暴乱星海中五大超级神兽有二个是擎与兄弟。第一种超级神兽火晶水源，世界顶尖超级神兽，也是独特的神兽，一双能够看穿一切关键材料，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宝藏的一天。三个神王蓝叔叔收位弟子，火眼金水源有超级神兽，实力很强，即使在早期晴雨不是其对手，可以成为暴力形式，力量身体强壮无敌，是首屈一指的超级神兽的存在。第二种超级神兽暗电鹏王，暗电鹏王是金翅和争夺鹏鹏恶魔皇帝的超级神兽方虫之子，方虫之子变异与鹰族的神兽生黑羽。当方虫重伤打破了空间，黑羽世俗世界会见晴雨，黑色的羽毛已经超出了暗电流鹏神兽王超级突变，恐怖防御力伤害，甚至是晴雨震惊，甚至传承记忆，超级神兽火晶水源要少得多。第三种超级神兽五爪金龙，龙是最强大的暴乱星海一族，在黑龙等和金色的龙是高贵的存在，领袖和五爪龙是龙实力达到了12个散仙，在暴乱星海是最强的恐怖暴力力量，星海的强烈恐惧。第四种超级神兽金翅大鹏王，金翅大鹏王宗庆后固执是鹏的最强种族，超级神兽之一，以及最强大的暴乱星海，实力达到了12个勾散仙，创立了鹏魔法岛，是最强大的三个最大的岛屿，与五爪金龙的力量，但是与五爪金龙的速度相形见绌。最后一种超级神兽火凤凰，火凤是一种鸟类超级神兽，兽神出生在火焰，超强的力量和五爪金龙超级神兽金大鹏的翅膀相等，但很少出现在小说的火凤，所以知之甚少。星辰变，暴乱星海中五大超级神兽有二个是擎与兄弟。在星辰变中，人们并不是所有的世界，除了强大的修真人和魔法消减恶魔培养不朽并修复恶魔，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，他们有一颗强大的力量就是神兽。神兽暴乱星海中并不少见，而不是神兽或共同的存在。神兽有369等，主要分为神兽、神兽、中位数上级神兽、超级神兽。下一个神兽，神兽占 90%，中值上级神兽是罕见的，超
级神兽都是看不到的存在。星辰变，暴乱星海中五大超级神兽，有二个是擎与兄弟。第一种超级神兽，火晶水源，世界顶尖超级神兽，也是独特的神兽，一双能够看穿一切，关键材料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宝藏的一天。三个神王蓝叔叔收位弟子，火眼金水源有超级神兽，实力很强，即使在早期擎羽不是其对手。可以成为暴力形式，力量身体强壮无敌，是首屈一指的超级神兽的存在。第二种超级神兽，暗电鹏王。暗电鹏王是金翅和争夺鹏鹏恶魔皇帝的超级神兽方虫之子，方虫之子变异与鹰族的神兽生黑羽。当方虫重伤打破了空间，黑羽世俗世界会见擎羽。黑色的羽毛已经超出了暗电流鹏神兽王超级突变，恐怖防御力、伤害，甚至是擎羽震惊，甚至传承记忆，超级神兽火晶水源要少得多。第三种超级神兽，五爪金龙。龙是最强大的暴乱星海一族，在黑龙等和金色的龙是高贵的存在，领袖和五爪龙是龙，实力达到了十二个散仙，在暴乱星海是最强的恐怖暴力力量，星海的强烈恐惧。第四种超级神兽，金翅大鹏王。